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闪一闪的徐艺洋。今天呢，我就正式的入驻小红书啦。对，然后以后呢，我也会经常来这个地方看大家，给大家分享我遇到的好玩的东西，然后我吃到的好吃的东西，我用到过好用的东西，然后对，是跟大家玩儿，词 穷了，快提醒我一下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以后也肚子叫了一下，看到没？我都没吃饭，给大家录视频，真的太努力了。对，就是之后呢，也希望大家来小红书多多找我玩哦。今天先给大家表演一个吃播吧。恰恰我在哪儿？我的，给大家看看青岛的夜景。哇哦！好啦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小红书。